差，当然，我操，连上班开始振作了，当然喽，这是上班害的，啊，没事，假的。帅吧，帅，曝光光，干，好恶心，蛋破了没关系，破没很多，还有土鸡蛋，没错，要买个鸡蛋，要啊，你要今天盒装吗？可是太多颗，不用啊，我带煎盘来，啊，煎蛋，那么多颗，26，怕屁呀、啊，蛋吃多不会怎样，就蛋白质而已，然后不会胆固醇。这可以啊，这可以啊，最后再拿。好，先是要连肉片都带来了，真假的？烤肉肉片啊，我那时候我姐买超多。哦，是啊，都吃不完。哦，我就把那个小的方形平底锅带过来。那现在是？现在是什么？看你啊，看你要不要煮汤啊？好啊。你可以把啊，我带玉米汤。玉米罐头。玉米罐头我有。干你急什么？妈拜托，没上班的就是很闲、啊。真的、欸，看，很会、欸。那还有什么？没有，不用买了、啊。买个奶油。我有奶油。什么都有，百宝袋。厉害，要不然主力都他啊，不用这个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不用很小。
实在是太刺激了。哎，那一条吗？那条也是。又是。看。哎，四米。单手打蛋。不错哦。我看你就先进去吧。对，没错。漂亮，那个蛋白。三百。换主厨了、啊。嗯。香。不是，牛油，奶油，这些东西蛮香。没有，有没有？焦起来了。哎。要派一下主厨在那边用心良苦啊！不过你要拍主厨那边啊啊啊！原来啊，哎，360度更好，全程录影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掉了，放脏，想想干嘛？我想要把它翻过来啊，就不然你滑在那里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蛋。滑了吧！不要再第二颗了耶，兄弟！我的赞！虽然我们扣打是蛮多的，那也不是这样的吧？三层牛肉底，哇！太舒服了吧！干哥，不是，哈哈，我没办法。看到没有，旁边原本都是垃圾，被我们都收起来了，就是很环保。